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紫月龙骑战286、升霞52、蝴蝶46、飞猎手20、潮汐89、明朝一条龙 1.0 全收集，让我升霞骑长香宝箱飞猎手潮汐一系增叠蝴蝶。好，那这一批我们开局来到落定岭右边进一个锚点了，到这里之后往南方向地图下方这边，这里有一个炸药包，把这个炸药包捡起来，捡起来之后我们左手边这里有个山洞洞口，这里有金鸡，把金鸡炸开啊，把金鸡炸开，炸开之后从这个洞跳进去，跳进去一直往下走，一直往下走，走到一个比较开阔的一个地方就停下啊，也就出了这边的细细的隧道啊，这边出来之后停下，然后把视角转到东方向地图边，从这边往前飞，这里有一个铁质楼梯，往爬，爬上来，前方继续一个铁质楼梯，继续往爬。这里爬上来之后，在我们的正前方啊，这边两只怪的背后，一个细绳蝶，摸一下，摸一下细绳蝶，然后跟着，哎呦，跟着钩子勾过来。好的，这里把这个细绳蝶给大家送到位。好，到位之后在我们的西方向地图左边这里一个升霞拿到塔，然后它再继续往西方向地图左边这边往前飞，在这边一个平台上啊，这里很多怪，这是一个潮汐之翼，来清一下怪。好，那清完怪之后我们来拿到这一个潮汐之翼的奖励，去拿到奖励之后，在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对面啊，对面的一个平台上啊，我们从这里注意不要掉下去啊，从这里跑过来，这边上面这个铁质平台左边这里有个篝火，篝火旁边这里是一个朴素骑长巷，喂，捡起来这个骑长巷在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这边这个铁质平台走过去，这边是一个基准骑长巷，捡起来这个骑长巷西南方向地图左外角，这边跳下去往前，这边往前走，这里有个洞，从这个洞走过来，右手边这里还有一个小的山洞啊，从这个山洞上去，这里是一个易碎的石头，把它砍掉，砍掉的话里面是一个基准骑长巷，捡起来之后我们出去走到前方这个树根的底部，好，走到树根这里往东方向推后边，这边直接往前走，一直往前，好，一直往前，这边是一个山洞，从这个山洞啊走到它的最深处东南方向推后右下角，一直走进来，在我们右手边这里有一个矿物，捡起来，然后把这个石头炸掉，这里面是一个朴素骑长巷，捡起来条毛，捡起来之后再往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这边走，这里往前走，走到前方这边有一个能看到这个炸药包的地方，我们来到炸药包这里，再把视角往我们右手边转，这里有一个山洞，这个山洞走进去，这里面是一个精密骑长巷，汲取补给，拿到之后我们再回头往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这边走出去，这里一直往前，这边一直往前往外走，一直往前走，这个山洞，从这个山洞走出去，好的，走到紫月龙这里，然后在我们的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这个草丛旁边啊，这里是一个弹弹菇，站上这个弹弹菇，好的，然后跳起来之后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这个钩子勾过来，再跳起来南方向地图下方这个钩子勾过来，再往这边勾，好，现在我们往我们头顶上西方向地图左边这里勾过来，在对面啊这个弹弹菇这里勾过来，然后我们再回头东方向地图右边这边背过来，这个弹弹菇跳起来，跳起来之后我们再把视角转到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这里就是升霞，拿到升霞然后往我们脚底下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脚底下跳下去，下面有一个飞猎手，好，这里注意不要离他太近，好，掏出枪手角色来偷袭一下，好的，拿到飞猎手之后我把视角转到我们的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这边走过来，在前方这个树根的肩上啊有一个升霞，这里我们跑过去爬上去啊，好的，
拿到这一个深峡，拿到深峡之后，再看到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在对面这个树的上方有一个细针叠，我们爬到面前这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地方啊，面前这个树根比较高的一个地方。好，然后我们再向着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这里跳起来冲刺钩索啊，跳起来冲刺钩索，好，飞过来，过来拿到这个细针叠，摸一下，把它送下去。好，那送下来之后，再看到我们的北方向地图上方那边有荆棘，这里往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这边过来拿到这个炸药包，然后把荆棘炸开，是里面是有一个细针叠，摸一下，哎，好，摸一下，然后把这个细针叠给它送到位。好，这一个细针叠到位之后，在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这边往前走，走到这条路上，好，注意看我们左手边，这里是第三个吸尘点啊，摸一下，把这个蝴蝶送过去，有，好，这边蝴蝶送过来之后，东方向最后边过来拿到这个潮汐之翼的奖励，这次是什么？拿到奖励，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这边沿着路往前走，一直往前，在前方有一些木箱子，木箱子中间是一个基准气枪箱，靠近它，这里是个可疑的宝箱，来交互一下啊，出现怪把怪清一下。好，那我们清了怪之后，拿到这一个精密气枪箱啊，蕴藏角，拿到之后，在我们的头顶上啊，头顶上西方向地图左边这边是一个深峡，哎，好，爬上去拿一下，哎，拿到这一颗深峡，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啊，把这个锚点打开啊，把这个锚点开了，好，开了锚点之后，我们先切出一个枪手角色，非我不可。好，切出来之后往东方向地图右边，这里我们要爬上去啊，从左手边稍微绕一绕，这里爬上去，爬上来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这边是一个营地，营地这边是一个射击挑战，我们直接来开启。好的，打一下靶，好，把靶子打掉，打掉之后拿到这一个基准气枪箱，拿到之后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在对面有一个铁塔，铁塔的上方有钩子啊，直接钩上去，好，上来，这里是一个深峡，拿到深峡，拿到之后打开我们的地图，我们传送到我们左手边这一个锚点，好，那传送过来之后往北方向地图上方这边走，这边是一个音障仪的挑战，来打一下怪，好，那我们清了怪之后来拿到这个基准气枪箱，未雨绸缪，拿到这个气枪箱，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这边往来跳，这前面是一个解密，这一直往前跑，在这边箱子这里啊，这里有三个柱子啊，三个柱子都砍一下，好，然后上去拿到气枪箱，继续补体，好，拿到这个气枪箱，西南方向地图左上角这里掏出枪手角色，非我不可，好，前方这里是一个拿你没办法，飞猎手来偷袭一下，好，拿到飞猎手，再把视角转到南方向就下方这边一个电话亭啊，这应该是电话亭的门口，一个朴素气枪箱捡起来，不许去，捡起来就是气枪箱，然后在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这边是任务地点，来触发一下任务，好，这边过来之后，我们再回头东方向地图右边，这里有一个凳子啊，坐上这个凳子，好的，那现在我们再回头，这里是一个狡猾的流放者首领啊，和大家对个话，好，对号完然后点击交付，好，再回头来做这个什么什么初级挑战啊，来做一下，
好的，然后来找这个首领继续对话。好，然后继续交付。好，这里来参加终极挑战。再来找首领对话。继续交付。好，来参加高级挑战。高级挑战你打不过没关系啊，无所谓的。就算你全都达到了，他也最终会判定你失败啊，把先拖完拖结束，把先拖没了就结束了啊。算了，不打了，就这样吧，等时间完了和他们打一架啊，打一架就能拿旁边那宝箱了。好的，然后来和这个首领对话，对话就和他打一架。好，那我们清完怪之后就拿这个辉光奇堂箱了，非不时之需。拿到这个辉光奇堂箱，我们在这里原地下线上线啊。然后那我们在上线之后，这边就会出现一个镇守箱，我们来打一下怪。好，那我们清完了怪，拿到这一个基准奇堂箱，拿到之后再往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这边往前走。地图这里跳下去，下面是一个怪物镇守。好，来把这一波怪清掉。那我们清完怪之后，来拿到这个基准奇槽下，拿到之后再往南方向头下方这边走。好，这里前方有一个易碎石头，把这个石头给它打碎啊。嘿，好，打碎里面是一个怪物镇守箱，我们来清一下怪。那我们清了怪之后，拿到这个辅助奇堂箱，拿到之后再把视角转到我们的西方向啊，地图左边，从这里往前一直走到前方的路上，看小地图，走到下方的路上，这路边有一个挑战，好，来做一下这个挑战。好的，这里是弹弹菇，弹起来啊。然后吃这个光点。好的，挑战完成，拿到这个基准枪上，拿到之后东方向铁后边这边这个副本啊，副本没开的小伙伴啊，过去开一下，过来把这个副本开了啊，开了锚点之后，开了副本之后再往南方向铁下方这边走。这里一直往前，一直往前啊！这边，这里有一个深峡，拿到这一个深峡，再把视角转到西方向地图左边，前方是一个俄罗斯方块的解密。好，这里一直走过来，走过来之后。我们先往最右边啊，最右边这一块啊，北方向图上方这一块，这一块最上方，最上方旋转两下，放到最上方。好，然后是右边第二块，这里要旋转两下。好，这个放到最右边。好，然后是第三块，这个旋转两下放到最左边。第四块，这个旋转一下放到最下方。这里解锁，拿到这个基准奇堂箱，拿到之后再打开地图，我们传送回到落定岭下方啊，紫月荣上方这一个锚点传送啊。好，传送回来，在我们的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这边是上一批修理机器人的那个任务啊，来和他修理一下。好，这样的话旁边这个辉光奇堂箱就解锁了，拿到这个辉光奇堂箱有惠顾啊。那拿到这个奇堂箱，我们这一批就拿这么多，我们就下一批再见啊，大家拜拜。